来，把水拿进来。哇，水变成酒了耶！好几千个人都说肚子好饿，没有东西吃了。谢谢天父赐给我们五饼二鱼，现在分给大家吃吧。哇，好几千个人都吃饱了呢。我生病发烧了，耶稣帮帮我。你已经得医治了。哇，真的退烧了，谢谢耶稣。呀，好大的风浪，好可怕哦。风浪啊，平静下来。停下来了，没有风雨了。耶稣，你是行神迹的神，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们的神行神迹奇事，凭着信心向神祷告，在我们的家庭、学校、教会里面，我们也可以经历神迹。约书亚记第六章十六节，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。我们再来大声宣告一次，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。Joshua chapter 6 verse 16. Shout, for the Lord has given you the city.